大家好，我是可见妈妈。人一旦上了岁数，皮肤上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老年斑。老年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皮肤松弛、皮肤老化、缺少水分、营养不均衡、皮肤长期在日光下暴晒等等。老年斑一般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危害，但是长在显眼的地方确实比较影响美观。我们都知道生姜不管是外涂还是内服，都对去除老年斑有非常好的疗效。今天就用生姜给大家分享一个去除老年斑的食疗好方法。这个方法是一位80多岁的老中医推荐的，很多人都因此受益，去掉了老年斑。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小块老黄姜放入盆中，加入清水，然后我们加入食盐，把生姜搓洗干净。生姜之所以能够淡化老年斑，跟生姜中含有的多种活性成分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面部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跟自由基有很大的关系，体内的自由基可以加速肌肤的老化，导致黑色素分泌过剩，然后在面部产生沉着，形成老年斑。而生姜中的活性成分可以有效地抑制自由基的产生，同时生姜中含有的姜钠素还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，还可以促进皮肤血液循环，减少皮肤中的黑色素沉着，淡化黑色素，同时还可以延缓衰老。我们把生姜经常涂患有老年斑的皮肤上，对淡化老年斑也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清洗干净的生姜，我们先把它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全部切好，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在碗里加入15克左右的薏米，购买薏米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这种青灰色的小薏米，再加入清水把薏米淘洗一下。在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，吃薏米可以祛斑，事实上薏米富含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，有很强的美白效果，对于改善肤质、祛斑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同时薏米还是一种美容食品，经常食用一些薏米可以保持人体皮肤光滑细腻，可以消除粉刺、雀斑、老年斑、蝴蝶斑，并且对于皮肤粗糙、痤疮都有很好的疗效。所以薏米本身就有润泽肌肤、美白补湿、行气活血、调经止痛的功效，用于皮肤上有很好的美白效果，能提高皮肤新陈代谢以补湿的功效，可以有效的防止肌肤干燥、保湿、缩水，还可以防晒、止黑，改善肌肤干燥的情况。我们每天用1小勺来煲粥喝，美白的功效很神奇，是从皮肤基底层改善皮肤的状况。此外吃薏米还可以使身体清洁，可以减少患癌的几率，所以平常适量的吃一些薏米对我们的身体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。清洗干净的薏米，把它用干净的清水浸泡半小时，接下来准备几颗红枣放入清水中，把红枣清洗干净。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 果胶和黄酮类物质，可以促进体内胶原蛋白的生成，可以改善皮肤松弛的状况，所以红枣有非常好的滋养肌肤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红枣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有非常好的补血活血的作用，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红枣。清洗干净红枣，我们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。红枣核是非常燥热的，特别容易上火，所以我们在用红枣煲汤泡水的时候最好把枣核去掉。红枣一般用3到5颗就可以了，每天用红枣的量不需要太多，多吃了也特别容易上火，并且还有一些虚不受补。红枣去核后，我们再把果肉稍微的剪小块一些，接着我们再准备3克左右的黄芪。黄芪又叫做北芪，它的性温味甘，可以补气固表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补气中药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称它为补药之长。
经常用黄芪来煮汤，可以直接用来泡水，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功效。黄芪能补脾胃之气，调和气血，气能生血，还能行血，故可用于气血失和、淤血阻络，可有效地去除雀斑、黄褐斑、老年斑、皱纹等斑纹。平时喝一些黄芪水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，对高血压、糖尿病所引起的浮肿、面色蜡黄等情况，喝一些黄芪水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的薏米也泡好啦，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，然后直接倒入养生壶中，把其他的食材也一起倒进来，然后再加入大约700毫升的清水，然后我们用花茶键把所有食材煮上20分钟左右。里面这些食材我们可以反复的煮上2至3次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句留言、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就请给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20分钟后，里面的茶颜色也变深了，营养成分也释放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开关关了，然后让它在里面再焖10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个小小的柠檬，然后用刀从中间切开，再用牙签把里面的柠檬籽给它挑干净，因为柠檬籽是比较苦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，否则就会影响口感。然后我们再用力把柠檬里面的汁给它挤到杯子里面。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元素，所以长期用柠檬泡水喝，或者是使用柠檬片来敷脸，是具有一定的美白肌肤的效果。这些成分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，加速血液循环，减少黑色素的沉着。然后再把煮好的茶直接倒入杯子里，把茶晾到4至50度左右的时候，再加入一勺蜂蜜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蜂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，长期饮用蜂蜜水可以提高抗氧化水平，让皮肤白皙光滑，气色红润，还可以祛斑，也可以补血。而且柠檬蜂蜜水可以润肠通便，有助于身体毒素排出，这样也能达到祛斑的效果。不管是口服还是将蜂蜜涂于色斑处，都可以滋养细胞、滋养肌肤、补充细胞营养、抑制黑色素的沉着，起到祛斑的作用。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